黄征途要3号、7号、12号。好好啊，成绩呢场马千二米泥地赢过嘅系2、3、4、7、8、9、10、12。阿 K 姐要9号、3号、1号，9号星英啊，咁劲咧！上次12，前次第4，苏兆辉。2、3、4、7、8、9、10、12，啊，八只马赢过，一只马入个 Q 就系1号。咁啊，上次成绩好咧系3号、4号、7号、12号。咁啊，3号、9号、1号呢啲都系有两只赢过，一只入个 Q 嘅咧。八隻之中揀一隻。睇下 Jenny 姐要咩先。火转三号咧就系连赢三场，1-1-1咁啊，都系梁家俊。上次系梁家俊，而家五倍，有冇跑到佢唔得先算啦？嗬。六号啊点咧？六号咧就最叻跑第四嘅。咁上次又跑第四，绿色有料叫做大热门跑第四，咁而家就唔系大热门，潘顿又去骑翻咁样，连续骑咗第四次啦，今次会唔会好啲咧？即系你中意3号、6号。我要3、6号定3、12号咧？唔知啊。12都好啊，12。我要3号、6号，我要潘顿，我要呢个梁家俊搭潘顿，3号、6号，睇点啊？拣多只就12，我唔拣啦，真系。而家2号仔50倍，文明之星呢只马前次跑第一嘅，本路程都赢过，赢过四次添，所以好多冷门马都系好有战绩、好有实力嘅，好多只冷门马喎，2号、4号、5号、10号、11号都冷门嚟噶，十号都赢过噶，4号而家呢只黄色底，4号仔啊叫合冲共济，合冲共济啱赢咗出嚟添啦，系咪？又系冷门，4号仔50几倍，我唔知真系，所以我买近即好啦，都系买只3号4.9倍。火转直至佢唔得为止，系咪？我都买中咗佢啊！3、3、6同32都好多人关注啊！呢啲 Q 爆仔夜三倍叫做闪电，闪电呢只马就上次第6，前次第9、8号。这只马都几好嘅，真系希威森上次跑第67倍，而家冷门咗，咪当佢冇信心啦。10号60倍，啲马成绩咁好嘅，10号仔都赢过嘅本路程。八卦无显东，上次无显东75倍跑第10。11号黄三，黄三白昼，10号是八卦，12号年少有威，而家大热门升班，2号文明之星冷门嚟嘅啫，但好实力嘅呢只马，本路程又赢过，4号又冷门，合冲共济上将系赢咗嘅。是不是又是变了冷门？5号八心八战初次出赛冷门应该啦，即好像 未表现过，不是说他不得。7号、8号这里看到倾偈，7号、8号是谁？布文和希威森倾偈。9号圣英，主持喜欢揀这只。9号仔。上次跑12，聖英上次12，前次第4，不知道是否收到風呢？7号5倍，7号鸿运大师布文，骑师好啊，上次成绩好啊，7号上次跑第3何铭年，
咁呢个有原因啊嘛。十二号仔年少有威，上次赢咗嘛。何泽耀升班嚟跑。呢个十二都而家成为大热门。九号苏小辉又位置大热门。而家红格咧就系九号、十二号睇飞一族，就关注九号、十二号啦。近绩赛绩最好系三号。二号倾偈啊！二号揾咩？二号霍恒星咁好笑啊！七号仔鸿运大师报文呢只就系骑师好，所以好多人关注七号仔。咩飞啊？而家报文好多人中意佢骑马嘅方法，实而不华佢啲手势。七号仔两栋呢个叫火钻啦，红底红底橙洞。三号仔连续三次赢马啦，睇下今次得唔得啦？我要三号、六号。梁家俊潘顿十一号仔马亚嚟噶，十一号仔啊，同人哈佬啊，咁好笑容啊！五号八心八箭初次出赛，冷门嚟嘅，差唔多睇晒啦，等入闸啦。不过年少有威咧，你有李乐，佢都继续系几硬净，冇乜喐过系啊，系咯，$36。好啦，红灯亦都亮起咯噃，嚟到今日嘅第九场赛事啦，跑翻呢个泥地赛啦，就三班千二米嘅短途啊，成为热门就系初次挑战三班嘅年少有威，卖到$36，骑师就换咗啊，之前咧就潘夺赢嘅，咁啊升咗班就咩轻磅，用咗何泽尧。好啦，报搞掂，全部马匹准备投档九场赛事，三班泥地千二嘅短途准备。好啦，开闸嘅时候，智慧神驹慢咗啦，八卦都唔系快噶啦。前面快嘅马，咁啊有呢只合冲共济啊，外边文明之星啦，埋边八心八箭，中间咧咁啊仲有呢只系精英啊。咁啊好多层嘅马啦，咁啊有年少有威嘅白鼻箍啦，出边火转走埋上去啊，咁啊再喺佢外边蓝衫，大约跟住个第六位咧就鸿运大师啊，后边嘅马啦，咁啊有八卦闪电啊，再后边嗰三只进城宝驹绿色有料响尾耳啊，暂时带舵后系智慧神驹嚟噶。咁啊转紧弯嘅时候啦，合冲共控制就放头嘅，第二位外边系火转啊，出边啊文明之星内栏，第四八心八箭啊，第五位外边鸿运大师中档，第六仲有精英啊，咁啊慢慢攞咗出去出边咧，仲有闪电啦，后啲等入边喎，绿色有料啊，咁啊尾三入直路年少有威白鼻箍，后啲先有八卦嗰啲马，好啦，最后直路啦，前面透出嘅马仲系合冲共制啊，咁啊见到外边追上嚟嘅马有文明之星啊，入边八心八箭喎，大外档系闪电都上紧嚟啊，入边绿色有料都冇位噶，好啦，最后一百米。外边闪电咧就逢马过马，咁啊已经系透出咗噶啦。埋边八心八箭进占第三，连照有威闪电外边冚上嚟赢啊！跑第二名八心八箭啦，第三名连少有威，咁啊绿色有料咧，睇下头直路头嗰度啊塞咗几耐啦，冲翻上嚟跑第四啊！外边冚上嚟呢只闪电，临尾都好多人中意啊，结果外边冚上嚟赢嘅八心八箭初出跑泥地都第二啊！年少有威升班就第三，绿色有料塞车第四。爆嘅闪电啊！哇，点讲好咧？真系三号就唔够跑啦，系咪？赢到第四次唔够啦，我心服口服啦。年少有威都有个第三，咁大只六号绿色有料就出闸之后就留后卖烂，混咗喺里边。咁点啊？次次都系咁样，次次都塞嘅，咁啊点？大热门又跑第四咁啊，曾经试过啊，8-5-12-6，哇！呢场对嗱就系呢只啦，即系绿色有料，呢只绿色有料拉后想攞栏，都俾佢攞到。想去攞栏啊，冇啦，火转喺度前边。
只馬直走得非常之唔舒服噶，你得咁樣嘅方法，咪攞咗埋爛啦嚇。咁啊呢只叫做合衷共濟，上次贏咗嘅呢只馬，火轉喺呢度。咁唔需要點約束噶啦，你如果加咗咁多分，儘量向前啦。上次贏幾個馬位噶嘛？呢個呢只叫火轉啊嘛，而家嚟到呢度冇力啦，打落去都冇反應。咁啊，呢只綠色有料喺裏邊困咗喺裏邊。咁啊，呢只何澤耀升咗班，差啲贏咗添啊！呢只新馬初出嘅呢只。有隻叫做咩啊？有隻叫做八心八箭啊！仲呢只新馬初出嗰只，後邊只藍色嗰只，八號五號83蚊位置，冇錢收啊！呢場有六號十二號呢啲喺呢度啊！唉，二千幾蚊 Q， 冇份啊！真係。2186元，位置 Q 五搭八排514.5，八搭12排91.5，五搭12排182.5，跑第四名是六号，绿色有料的。二重彩啦，八号五号顺序排5367元，单天五号八号十二号排1592元。今日三重彩八号、五号、十二号顺序派21978元。精英好差喎，睇下赛后报告验唔验到嘢啊？散晒翻到老后。三拣一预计派彩啦，胜出系 A 三啊，其他冷门嚟嘅派42元。转弯嗰度咧开始骑就冇反应啦。系咯，就系影响到后边啲绿色油料攞位。所有料啊，连少有威啊嗰啲系咪跟住佢咁啊一路吞？我转自己。閃電氣威森是不是